本期带货办公室，我们自费买到了当季新款包包，请随着我们的镜头品一品这款包奢华的外观。先看这皮质，光亮顺滑，防水防晒，经典大牌印花，纹理清晰，边缘走线顺畅笔直，这可不是一般代工厂能够做到的品质。还有这拉链，超长拉链，不会担心卡手的问题。颠一颠，轻便的包身，强大的容量，2019超前新款包型，你值得拥有。妈，看这皮质，是的，是的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据说这个里面的填充物还有金，哎呦，喜哎，哇，哇，这啥？哇，你看，里面一共有八小包哎，还有两块蔓越莓饼干，有种小时候路边摊零食的味道哎。